这只整出这么大动静的宝贝名叫福报，一只海龟小熊熊。为了能尽快的吃到加餐，便不停地翻动玩具，发出巨大声响，以引起奶妈的注意。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，上午9点多，福报的奶妈正在配餐间准备加餐，坐在交流窗口的豹公子等不及了。宝贝为了把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，并传达给配餐间的奶妈，咱聪明的小豹子就开始故伎重演了，用魔方玩具不停地翻滚，整出巨大的声响来。宝贝一边整动静，还不忘停下来听一听配餐间里奶妈的反应。成功了，奶妈从小窗口递出了一块窝窝头，接着奶妈又从窗口递出了两根竹竿。吃完窝窝头，宝贝又开始吃竹子了。这一回合豹总胜，奶妈被豹公子成功拿捏。我有点想不明白，咱这么聪明的小眼圈男神，怎么就没有一个对眼的女朋友呢？